一天只吃串串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一个金菇。炸青椒，烘炸鱿鱼，炸韭菜，炸生菜，炸土豆片，炸火山石烤肠，烤点辣白菜，玉米串串，竹筒粽子，整体过瘾指数99分。最后来喝瓶椰奶，好啦，姐妹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